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，这是一次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。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。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和中华民族，我们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台湾同胞，